好，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信范法师所著述的《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哈。那么，在我们的第763页，763页哈。那这品呢，也就是受学无学人记品第九哈，第九。那这第九呢，我们看一下科判表哈，因为，都还是要再回到科判表。那么在科判表里面哈，有法正说哈，这个法说三周有没有哈？广明开慧以断疑生信哈。那么会法说，这个法说三周哈，那有三周说法了哈。那也就是所谓的法说一周。譬说一周到什么因缘法说一周哈，因缘说一周。那因缘说一周里头呢，会有正说跟受记啊，正说受记。那我们现在就在受记的里头哈，受记里面呢会有受1200人记啊，还有受2000人记，有没有？也就是第八品跟第九品啊。那受1200人记，也就是500弟子受记品。啊，那500弟子受记品里头，其实受了满慈子记，有没有？啊，也就是富留那，啊，富留那尊者，还有呢，就受于声闻记，啊，也就是乔成儒，啊，还有三迦摄等等，大概总共有11位，啊，那么我们现在进入第九品，也就是受学无学人记品，啊，那这个也就是在受记品里面的受2000人记里面，啊。会有所谓的请记到受记啊，会有2000人请啊，那么二人哈，有二人先请，那这二人呢，也就是阿难跟罗侯罗哈，来先请记啊，那之后呢，2000人就跟着请哈，就跟着请啊，之后呢，那么佛陀就为阿难来受记啊，为阿难来受记，那所以呢，这个受记哈。那所以呢，我们再翻到第758页好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受学无学人记品第九，有没有？好，那我们来看看何谓学跟无学，我们怕大家忘记了哈。有学无学，所谓的有学呢，就像我们现在啊，也是正在怎样学习当中，对不对？叫做言真断惑啊，去求修习，有没有？啊。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真理而怎样能够达于什么解脱涅槃嘛？啊，断惑则得涅槃。啊，那我们现在都是在怎样学习的阶段？等到无学呢，就是修习已满，啊，真穷惑尽，有没有？啊，对于真理法则呢，完全的能够接受相应啊，那么能够断掉。啊，断掉这个自己的惑啊，在惑业苦当中呢，因为能够断惑而能够正真，正真而断惑啊，那么就能够获得什么解脱涅槃啊。一旦获得解脱涅槃，如果我们个人心量小的话，那么就自以为满足了，就觉得我不需要再学，所以叫做什么无学。好，无学者，无学者呢，也就是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啊，所以呢，会受学无学人品哈，人学无学人记品哈，因为受记嘛哈，所受的对象就是学跟无学人哈，所以呢，在第759页有没有看到有阿难哈，先二人请哈，由阿难跟罗侯罗哈来请佛陀来受记啊，那因为阿难呢，他常为侍者嘛。啊，在倒数第二行有没有看到？阿难常为侍者，护持法藏，而罗侯罗是什么？佛的弟的长子啊，啊，那么因为见到佛陀啊，受阿耨多罗3藐3菩提记者，我愿集满了众望一族啊，啊，他们也起了希望能够受佛陀的这个记，那么。啊，所以由二人来请，所以在第760页的地方，尔时呢，学无学声闻弟子2000人呢，啊，皆从坐起，有没有？2000人是不是也想要请啊佛陀来受记？啊，
那大家都希望佛陀能够为他们来受记啊，所以呢就进入长行啊，长行里头的这个受阿难记啊，那佛陀就告诉阿难啊，说汝于当世呢当得作佛啊，他的未来的佛号就叫做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啊，那当然如来会有十个名号，对不对？所以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那这个是他未来成佛的佛名啊。那为什么他能够成佛呢？是不是也要他的因行啊，因恨啊，等于是他下过这样的因呢、啊、主要就是因为他怎样护持法藏啊，所以我们说护持法藏是不是也种下了这个将来成佛的因呢 啊而且他其实不只是成为释迦牟尼佛的侍者，其实他在62亿诸佛呢他都不断的在怎样护持法藏啊，护持法藏，所以他将来他的国民啊，他的这个世界就叫做常立圣凡国啊，那其土清净呢琉璃为地啊，他的节名他的那个时代啊，因为在佛经里头在讲时间，那么就用节来算，空间呢用什么世界或者某某国啊，像极乐世界啊或者叫极乐国，那个都是一个很大的画图啊，在时间呢是很长的啊，那一劫呢有1000多万年呢 啊那它的劫名叫做曼妙音遍满劫的时候呢它会成佛啊，那第762页啊，那么它成佛的话呢它的寿命是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劫啊，啊它的寿量呢非常的长啊，并且呢它的正法能够注视倍于寿命，相法注视呢复倍正法啊，也等于说他能够正法多久的时间呢，那么他的相法都还超过啊，就像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啊，其实他住世正法那么1000年啊，或者有一个说法是500年相法1000年，对不对？之后就进入什么末法了啊，末法10000年啊，那但是呢阿难他如果成佛的话，他的寿数哈，还有他的那个正法住世的时间是非常的长的，啊，那是那个时代那个国土里头的啊大众哈、啊、众生的什么福报因缘，啊福报因缘的问题哈、啊，好，所以呢在第762页，佛陀就对阿难说：“是山海会自在通往佛，啊为十方无量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所供赞叹。”称其功德啊，啊，也等于说阿难将来还是能够成佛的哈、啊，是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不断的在下因，啊，在耕耘啊。至于是不是能够成佛果，那么当然一定要等到什么众缘和合啊。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啊，是十方无量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所共同来怎样赞叹的啊。而且呢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好，所以尔时世尊呢就欲重宣此意啊，而说记言啊，再用记呢，那么再重述前面啊，怎么再重点的提示啊，那么主要就是在赞叹啊阿难他的这种生生世世里头的护持法藏的因，所以他将来必定成佛的果报啊。好，那接下来呢就示众疑啊，在第763页啊，因为大众还是会有疑义的哈、啊、疑虑的啊，所以尔时呢会中新发意菩萨8000人啊，啊有一些是刚刚开始发心啊行菩萨的道的，有8000人之多啊，那么共同大家呢都做这样的一个念头，说我等尚不闻诸大菩萨得如此记，有何因缘而诸声闻得如是觉啊？啊，照说，这个我们说，之所以成佛，是不是要行菩萨道啊？啊，才能够怎样成佛啊？那声闻法来说的话，它是不是还是有限有量啊？好、啊，那么所以呢，
他们会认为说，他们甚至都还没有听闻过大菩萨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受记，为什么声闻啊却是能够蒙佛来受记啊？啊，这是大家的疑惑啊，尤其是新发义菩萨，新发义菩萨也等于是刚刚踏上了成佛之道啊，那么这个开始发心啊，也有可能是凡夫菩萨啊，所以呢。难免啊，还是会有所疑虑啊，所以呢，就请问佛陀，为什么声闻也能够怎样蒙佛受记啊？好，那第764页，佛陀就回答啊，来解释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世尊因为知道了诸菩萨心啊的这种念头啊，之所念呢而告之曰啊，就告诉了这些菩萨们说：诸善男子啊，啊，我与阿难等。啊，因为我们说，其实，在法说三周里面，这一段是不是叫做因缘说一周啊？其实也必然有过去的因缘呐。啊，虽然我们现在肉眼所见，阿难似乎是一位什么声闻，但是其实啊，他跟啊释迦牟尼佛有非常深厚的什么过去式的因缘。啊，那当然我们说阿难因为是佛的弟子，那现的是声闻相。但是阿难其实是非常菩萨心的人啊，啊是非常菩萨的人啊，所以有时候外现声闻，内行什么菩萨道是不是也有可能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有从外相来论断，啊这样是不准确的哈、啊。所以呢，佛陀就跟大家们哈、啊、来解释说，我与阿难等啊，啊佛陀过去世跟阿难等呢，啊，于空王所佛所啊，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也就是过去世呢，其实，啊，阿难跟佛陀的因缘是不是也非常的深厚啊？啊，那也是一样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啊，于空王佛所有没有？啊，也就是一样在学佛啊，而且所学的啊。这个也都是在真理法则上面的哈，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空王佛所有没有？也就是说，之所以成佛，它是一定要透过什么这个性空而到达嘛，啊，在般若经典里头是不是提到有二道五菩提啊的这二道，要透过般若道跟什么方便道，是不是都还是以甚深的空义或者是缘起性空这样的法则才能够到达成佛的境地？啊，所以叫做于空王佛所，空王佛所啊，也就是说，到成佛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离不了空的，啊，透过一切法空而到达嘛，啊，所以在这个道路，在菩提道上呢，也同时都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成佛的什么大心，啊。但是呢，阿难因为他常乐多闻，我常勤精进，啊，因为各有不同的根性，对不对？阿难一向以多闻为主，啊，他乐于多闻嘛。那释迦牟尼佛过去是释迦菩萨，啊，他是非常的精进啊。是故呢，我已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所以呢，佛陀呢，他就比他先，啊。已经获得了什么？已经成佛了嘛？所以说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嗯，而阿难呢，他还继续的在护持我法，有没有？啊、嗯，其实这个也是他的发愿哦，啊、嗯，因为我们说阿难他是不是护持法藏啊？嗯，有点像大愿地藏王菩萨，其实他也不急于成佛，对不对？大愿地藏王菩萨是不是想要度尽三恶道的众生啊？啊、嗯，他才成佛。我们一般会觉得啊、哦，好像先成佛的比较厉害。其实，这个是我们凡夫的心，有时候也看啊、菩萨的愿心呐、啊。啊、愿很大的话呢，他也可能比较晚。啊，那所以呢，我们说有先有后，有快有慢，这些是不是都还是在现象上来想啊？都还是比较是我们的什么凡夫的心啊、从相来看待。啊，那其实我们说，纵然阿难他常乐多闻，是不是他终将还是会成佛啊？因为他所种的因是没错的，啊，那么他很愿意去不断的去怎样护持法藏，所以呢，他对释迦菩萨啊
也不断的想要护他的法，乃至于释迦菩萨成佛了，他是不是还是护持他的法藏啊？他还是护佛法藏嘛，所以他阿难呢护持我法，有没有啊？因为佛陀也是需要有什么，要有人来护法，对不对啊？所以呢，亦护将来诸佛法藏啊，因为阿难他不止来护持释迦牟尼佛的法藏啊，也就是说他不止来当佛陀的侍者，将来有佛啊，诸佛菩萨啊，就是说将来诸佛呢，也就是说成佛者呢，他是不是也一样愿意去护佛法藏啊？啊，他是一样哈、啊。那在护佛法藏的过程，也就是在教化成就诸菩萨众嘛。啊，也因为他的其本愿如是呢，故获司机呀、啊。啊，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大愿嘛。啊，他是护佛法藏的人，啊，纵然他比较晚，啊，但是他也愿意啊，啊，因为他的本愿就是这样子的，其本愿如是嘛，啊，那他一直透过这样的本愿，是不是终将还是会成佛啊？因为他所教化的还是去成就诸菩萨众嘛，是不是？其实他还是在行菩萨道啊，啊，尤其在护持佛陀啊，教化众生的过程里面啊，他更是啊，不断的在教他们的这些啊，佛陀的这些弟子们啊，乃至佛陀涅槃以后，他是不是还是影响着啊？他继续的在教化啊，只要愿意教化的话，其实都在行菩萨道啊，尤其他护佛法藏嘛啊，所以他是不是也应该必然将来必定将来怎样成佛的？啊，所以呢，故获司机，所以他能够蒙佛来受记的，啊，啊，这是佛陀哈、啊、的解释，啊，那么第765页啊，那么阿难啊，面于佛前啊，因为他这段呢就在叙述什么意念过去的啊，过去的这些他所发的一些这些念头啊。那当然都是他的什么本愿嘛，哈，所以阿难呢，他面于佛前呢，就自闻受记及国土庄严，所愿具足，心大欢喜，得未曾有嘛，啊，他在佛陀的面前也自己讲啊，那么自己能够听闻到佛陀来为他受记啊，那么当然也因为他愿意啊，不断的去怎样庄严国土的缘故。啊，因为我们说菩萨他是就在于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啊，啊，他在成熟众生的当中，是不是就在庄严佛土啊？啊，所以他可以感受到啊，整个国土的庄严，那这也是他的本愿，所以这个叫做所愿具足，有没有？他的愿就在于这样子嘛，啊，所以他所愿呢啊具足呢，心大欢喜。哦，非常的欢喜，而且得未曾有哈、啊，因为能够蒙佛来受记啊，所以他即时呢就意念过去无量千万亿诸佛法藏啊，通达无碍，因为他过去是不是就已经生生世世无量阿僧祇劫当中呢啊，都在过去的无量千万亿佛诸佛啊所呢去当侍者去护佛什么法藏。哦，所以他对法他能够通达无碍啊，啊，而且如今所闻呢亦是本愿呐、啊，啊，因为听到佛陀啊的解释解说啊，那么也能够意识到哦，原来他数世劫以来的本愿是不是就是护佛法藏啊，啊，所以呢这个时候阿难而说记言呐、啊，啊，他就讲了下面的记。说世尊甚稀有啊，念我令我念过去，可能阿难也有可能忘掉了，是不是啊？由佛陀来提醒了啊，原来他其实他的过去无量诸佛法呢，如今日所闻啊，哈、啊，确实如现在啊，他所听闻到释迦牟尼佛为大家的解释当中啊，所以呢，他啊，纵然是现身闻相，但是其实他不断的在护佛法藏，不断的在教化诸菩萨嘛。所以呢，我今无复疑啊，我今天就没有啊，就连阿难他本身也难免会有点疑惑，因为他毕竟是现身闻相啊，啊，那他现在听佛陀这么说了，他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疑惑了？
啊，所以其实我们说，《法华经》里面哈，断疑生信是不是非常重要的？在正中分里面，啊，正中分其实就有两大啊，这个有两个重点，就是先动执，啊，生疑有没有？哎，也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佛陀就告诉声闻众说，其实你们所行的这个解脱道并不究竟啊，是不是要行菩萨道啊？啊，所以会动执有没有？动了什么执着？因为声闻比较执着于怎样自我解脱，啊，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以声闻弟子为主啊？啊，以声闻为主之解脱同归嘛？啊，佛陀在最前面的时候已经先破题，就是说这样子是不够怎样不够圆满的，啊，是应该要进入所谓的什么一佛圣，也就是要菩萨道，是不是才能够成佛啊？啊，所以先动执来生疑，啊，因为有疑惑了，是不是才会请法？啊，那请法当中呢，佛陀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断疑而怎样生信嘛，啊，能够会三归一，开权显实，啊，因为这个声闻缘觉是不是权巧方便的这个过程啊？啊，终究呢，希望能够会三归一，从三圣法而会到一圣道上面，以圣法来讲的话，也就是什么菩萨道嘛，啊，也就是所谓的菩萨道啊。所以阿难纵然他现声闻相，但是他也知道，其实哦，原来他数世劫来，他是不是还是发愿要护佛法藏，行的还是菩萨道哦。所以呢，他能够怎样安住于佛道，方便为事者，有没有护持诸佛法？哦，他反而哎感到什么安身立命，哦，原来他为什么一直都是人家的侍者，就是因为他发了这样子的本愿嘛，啊，都为了要怎样啊护持法藏，啊，护佛法藏的缘故，所以他方便为侍者，在诸佛的身边来当侍者，是不是最能够护佛法藏啊？啊，那么也因为他能够安住于佛道的缘故。所谓的安住于佛道呢，其实就是在行菩萨道上才能够安住于佛道，啊，那么也才能够护持诸佛法嘛，啊，他所方便示现的是不是就是侍者的模样啊？哎，那侍者呢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啊？对佛陀的生活起居啊，能够这个延长佛陀在世的时间，对众生的那个功德是不是很大 啊？并且不止啊，让佛陀能够这个哎在世的时间长久一些，并且还能够把佛陀的法是不是还是传播下去啊？啊，一样他是传播下去的啊。所以呢，阿难他也能够蒙佛受记。啊，也能够蒙佛受记，所以呢，啊，这段也就是受阿难记啊，之后呢就受罗侯罗记，啊，受罗侯罗记。那么这里透过长行之后也有记诵啊，所以在第766页，佛陀就告诉哈，啊，尔时佛陀就告诉罗侯罗说：“如于来世当得作佛，啊，你将来也一样是可以成佛的哦。”啊，那么你的这个佛号呢，叫做导七宝华如来，啊，导七宝华如来，啊，他的佛号啊，佛号叫做导七宝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是不是佛的十个名号？啊，那么他也有他的什么因行？对吧，在因地上他是不是也要播种啊，啊，也要能够问耕耘哦，啊，而不是立刻要问收获的，只问耕耘嘛哈。好，那他呢啊，罗侯罗呢，他当供养十方微尘等数诸佛如来啊，常为诸佛而作长子啊，犹如今也啊。啊，因为罗侯罗呢，其实他啊也曾经啊供养过十方世界啊，十世界微尘等数诸等数诸佛如来，也就是把十个世界萃为微尘，这样子的微尘数是非常之多啊，啊，那么多的这个诸佛如来的过程当中呢，
啊，他跟诸佛如来的因缘非常的深厚，啊，他常常都成为诸佛如来的什么长子，长子，啊，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宿世的因缘，就犹如今也啊，他这一世是不是也一样是释迦牟尼佛的长子啊？啊，长子，这是他的因行啊。那么他的国土啦、啊、寿劫啊、眷属啊、法运呢？啊，那么佛陀就在接下来啊，因为是倒七宝华佛啊，因为他的名号就叫倒七宝华的这个名号嘛，对不对啊？就像在第一行里头有没有，就叫因为他的号就叫倒七宝华啊，他有十个佛的名号啊，所以他也可以称为倒七宝华佛，对不对啊？他的国土呢非常的庄严啊，他的寿命结束所化的弟子还有正法相法呢等等呢，亦如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无异啊，是就是跟什么阿难将来成佛之后啊，他的寿这个寿命啊结束啊，他所化的弟子还有他的正法相法的时这个法运是不是都一样的啊，是无所差别的，是无异的啊，亦为此佛而作长子啊啊。最后他这个成佛之前他是不是还是成为前面一位佛的长子啊，因为他宿世一直都是成为诸佛的长子啊，那通世以后呢，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他到一生补处菩萨之后是不是就能够成佛啊啊，他只要是行菩萨道，因为菩萨道还是以人的身来行啊，对不对啊，以人的身来行的时候呢，那么他因为这也是他的宿世因缘啊，他都是成为诸佛的什么长子啊，有这样子的因行的缘故啊，也等于他也是下过这样的种子，也去耕耘过，是不是将来也必定成果成佛果啊。好，那么在接下来就是偈颂哈，所以尔时世尊呢就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哈。那么佛陀他就讲哈，我为太子时啊，因为佛陀啊未成佛之前是不是悉达多太子啊，啊罗侯罗为长子啊，啊那我今呢成佛道呢受法为法子啊，既然佛陀已经成佛了，他的长子就是他的法子啊。那于未来世当中呢，他也见到啊，那么这位罗侯罗啊，在无量亿佛所是不是也皆为其长子啊？啊，都一直都是啊诸佛的长子啊，主要是因为他一心求佛道啊啊，而且呢，罗侯罗他密行唯我能知之啊啊，因为罗侯罗有他自己啊的这个行持的法门啊，那只有佛陀他才能够知道的。那么因为这一世啊是我的什么长子啊，来示现给诸众生啊，并且呢其实无量亿千万呢功德不可数啊，安住于佛法以求无上道啊，主要就是因为他要成为诸佛的长子也不是一般的啊普通的啊凡夫众生啊，对不对，也都有他的什么他的发愿他的行持啊，不过啊他比较属于什么密恨啊，也就是说他都是自己啊内心清清楚楚的那么去做很多的功德的啊，那这个部分也只有佛陀他才知道啊，那我们一般人是看不出来，所以佛陀说他密行啊，唯我能知之嘛啊，他将来也是如此的，所以他透过无量亿万劫无量亿万佛，那么他是不是也一样都是成为诸佛的长子啊，所以他的功德是不可数的啊，是无法去计算的啊，主要是因为他安住于佛法以求无上道啊，那么他其实也是在有点也像阿难这样子的在护佛法藏啊啊，一个是从这个法子来看，一个是从什么长子，但是他成为长子是不是也同时啊，那个佛陀一旦成佛他也是法子，他也一样在护持法护佛法藏的意思，所以他也一样非常有功德的啊，所以佛陀一样能够为他来怎样受记啊。好，那除了受两位
啊，这个阿难跟罗侯罗的记之后呢，那么在第768页啊，也受二千人记哦，啊，好，那在长行里头啊，这个时候尔时世尊见学无学二千人啊，有学无学啊，那么也就无学是已经怎样，已经证阿罗汉果啊，已经能够解脱生死啊，那在四果之前都属于学者啊，有学的啊，就像我们是凡夫，是不是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善根因缘，我们也愿意学习呀 所以呢佛陀见到啊，有学无学呢啊，有二千人，那也因为透过学习啊，那当然在透过学习的圆满啊，自我能解脱，他必然的啊，透过这样的学习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哈，就是极易柔软，极然清净，一心观佛。为什么能够极易柔软呢？因为我们的学乃至到解脱的无学来说的话，主要我们都是透过学习什么？是不是学习因缘法？学习佛陀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法则，有没有？我们都是踏入佛门啊，这透过三皈依，是不是就是算正式踏入佛门呢？皈佛、皈法、皈僧当中嘛，对不对？那透过这个皈依僧宝，从师父那里所学习的啊，所宣说的，是不是就是佛陀所说的法宝啊？那法宝当中，是不是就是以因缘法为主轴啊？佛陀在世说法45年间所说的是不是还是因缘法？那么真理法则真理法则也就是所谓的缘起性空嘛，是不是还是讲因缘法？都是在讲因缘法。透过因缘法，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怎样摄相从性，有没有？从法相而进入什么法性？法性就是要进入什么？因缘法啊，我们如果执着现象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很容易非常的固执啊，就不容易柔软啊？当我们打破了对相的执着的时候啊，是因为我们能够深入什么因缘法？因缘法它们无有定法，因缘法非常的平等啊。我们能够比方在观我们自己，观这个我是有我相，但是佛陀都告诉我们要怎样，是不是要有无我的精神呢？无我的这种精髓啊，因为我并不是独一不二的我，不是一个能够主宰的我嘛，对不对？我不过只是一个众缘和合出来的我，四大假合出来的我啊，是六根假合出来的我嘛，啊，是18界假合出来的我，是千千万万细胞假合出来的我。那这个我们的那个我慢心是不是就容易降低啊？所以其意自然会怎样？是不是就会柔软下来，从有形而化为无形，对不对？有形是不是在法相上啊，自我的执着会很严重啊，脾气个性会非常的刚强坚硬啊。如果我们能够观无我的话，能够深观因缘法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就能够柔软下来啊？所以我们常讲说啊，当我们知道所谓的般若法门的时候，竟然是什么？是不是柔顺人啊？先从音响人、声响人，就是在声闻佛法，对不对？声闻佛法是不是就是透过因缘法而怎样让我们柔顺下来的？为什么能柔顺下来？是因为我们深观因缘法，打破了对现象的执着嘛？知道深知这个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啊，就不会有很强烈的自我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会柔软下来啊。那这个都是在学的过程嘛？到无学的过程，是不是也是透过因缘法而解脱啊？而涅槃解脱了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要越学越怎样，越柔软啊。那透过因缘法呢，才可能极尽涅槃嘛啊。所以也是透过因缘法的平等性
而感到了那份极静涅槃。极静，为什么能够极静？因为平等才极静下来的。我们为什么在凡夫地上呢不断的热闹？我们的热闹是不是都比较在现象上啊，看不过去啊，执着在现象上嘛，比来比去，是不是永远愤愤不平啊？哎，怪东怪西，怪天怪地，对不对？啊，怪父母，怪师长，什么都怪，只有没怪到自己而已。哎，所以当我们学佛之后，是不是还是反观到自我的问题来，不是外在的问题，对不对？啊，透过因缘法呢，其实样样是不是都可改可变啊？因为所有这些因缘法都是那么平等的任我们排列组合嘛，看我们所要排列的是善因善缘还是恶因恶缘，是不是也都在我们自己排列组合啊？所以我们都怪不得别人啊，我们的业障一现起呢，这也是我们排列组合出来，我们的福报能现起，是不是还是我们排列组合出来啊？哎，所以我们这辈子的正报或者依报，是不是还是我们自己排列组合出来的啊？所以当我们不再去怪别人的时候，我们收摄到这个平等性的因缘上面哈，我们才可能逐渐的怎样寂然清净。在怪东怪西一直在现象上的话，都是杂染的不平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也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哦。哦，要越学习越怎样？越平静，越学习越无求的心嘛，才能够清净无染啊，才能够转染成净嘛。我们本来很有求的，啊，有所执着就会有所求，啊，有所住，对不对？有所得的心，得失心很重的时候，是不是就常患得患失的？啊，就不得自在嘛，啊，所以这些都是正好反过来的。为什么能够反我啊？能够对治我们的凡夫性，就是因为它是充满了什么柔软的、极静的特质、清净无染的特质。那这些呢，也都要啊，是我们一心观佛啊，是不是都是从佛陀那里学习过来的啊？那从佛陀那里学习真理法则，就是法宝。哦，那也要由僧宝来传递啊，对不对？要三宝能具足啊，那这人间就有光明，世间是不是就有光明啊？就有光明面来怎样对治我们的无明烦恼嘛？啊，所以呢，所谓的学无学人啊，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什么过程跟倾向啊。我们的有学也要学得正确才对啊，才行，对不对？要学得正确，才能够从有学到无学啊！啊，不然的话，越学越糟糕，越学越无明烦恼起的哦，越起伏躁动不安，那表示学错了。啊，应该越学越能安身立命，安住于佛道，有没有？所以在《金刚经》里头，须菩提长者不就在为我们请法？啊，我们所发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的大心是这么遥远的一件事情，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有没有？如何安住啊？是不是还是安住在正法，安住在什么平等性的因缘法里头？平等性的因缘法啊，是让我们安住下来的。所以一旦能够安住的话呢，其意就会柔软啊，就有机会倾向于什么极然清净的啊，而且呢内心充满了佛法的，一心观佛的啊。好，所以佛陀就告诉阿难，如见是学无学人啊，学无学二千人佛啊，你有没有看到啊？在场的学无学人有这么多人，二千人啊。啊，那阿难呢当然就回答，唯然已见啊，啊是看到了。啊，佛陀就对阿难说：“啊，世诸人等呢，当供养五十世界为臣数诸如啊数诸佛如来，啊，那么恭敬尊重护持法藏啊，啊，也就是说，这些不管是学有学或无学人来说的话，啊，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佛陀也要为他们受记，但是是有因缘条件的哦，啊。”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他都得要去
供养五十世界的围城树。啊，一个世界就已经非常的大，啊，一个世界把它萃为围城的话，那个围城树是不是已经无限无量啊？啊，更何况五十倍，啊，我们前面可以看第766页哈，以罗侯罗来说的话，他当供养十世界围城等数诸佛如来，有没有？他是不是少一些啊？因为他有修啊。啊，他修得比较好，所以他的后面的那个短一些，少一些，啊，不过这些还是现象了哈，只是让我们来比较而已。啊，因为在佛陀的十大弟子，这些是不是都大罗汉呢？也都是术士有修哎，在佛经能够列名的都是哈，算术士有修的。那他当然后面的时间，他接近成佛的时间是不是短一些啊？啊，所以呢，像罗侯罗他还要供养的是十世界围城等数诸佛如来嘛，啊，但是这里要当供养五十世界围城数诸佛如来，啊，表示他们再多一些而已，都是可以的，啊，尤其只要愿意学，是不是都有机会啊？都有机会，啊，当然到无学的话，啊，那起码超凡入圣了。那但是他们也得要回小向大，对不对？还是要回小向大，也就是要会三皈依嘛，是不是才有机会成佛啊？啊，好，所以呢，那么也就是说，在场的有学无学人来说的话，有2000多人哈，啊，那么这些都还要再怎样当供养五十世界诸哈，啊，成数诸数诸佛如来。恭敬尊重，而且要护持法藏，啊，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之所以要行菩萨道，是不是也要发愿护持法藏啊？护持正法是非常重要的，啊，护持三宝，对不对？护持佛宝、法宝、僧宝，护持法藏哈，啊。尤其三宝当中又以法为主哈，啊，以大乘佛法来说的话，这不还是以法藏为主啊？啊，要护持法藏啊，所以呢，末后同时于十方各得成佛，皆同一号，名曰宝相如来。啊，也就是说，当因缘成熟啊，缘这个因缘和合啊，经过了供养五十世界围城数诸佛如来之后呢，啊，最后是不是还是会成佛的？啊，末后同时啊，于十方各得成佛嘛，啊，因为整个宇宙是不是有数不尽的世界啊？啊，都有各有各的世界啊，那么都各结各的法缘，对不对？啊，各修各的福报，啊，各成就各的什么国土，啊，只不过呢，因为他这个到最后啊。都能够成佛，那么佛陀因为在受记的时候还是要给佛的名号啊，那么就说这个名曰宝相如来啊，啊，都叫做宝相如来啊，就好像在啊有一些这个比较怎么讲啊，比方有各大名山啊，那么他办皈依的时候，因为很多很多人啊，几千个几万个来皈依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师父就干脆给一个名号，给一个法号，因为没有办法一个取名字了啊，就会说啊，那这一批全部都叫做什么法号，哎，啊，因为有共同的因缘嘛，啊，没有办法一个的去受记啊，所以把它全部啊归为都。叫做同皆同一号啊，啊，名曰宝相如来，啊，都名称哈，啊，就叫做宝相如来，啊，那一样哈，啊，不仅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是不是都一样的？啊，而且他们的寿命一解，国土庄严哈。啊，那么他们的声闻菩萨哈，啊，他们的国土当中也一样会有声闻有菩萨，啊，而且呢正法相法呢悉皆同等啊，他的正法的时间跟相法的时间都一样的，啊，那这个也都是在怎样受记，啊，佛陀受记，他们将来是不是也必定成佛啊？只要愿意学习，
每个人啊，人人都有机会的啊，但是一定都要去下因，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对不对？一定是透过什么行菩萨道啊，而且是护持法藏啊的方式，那么来怎样能够成佛的啊。好，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偈颂啊，所以尔时世尊呢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啊，在第770页啊，是二千声闻啊，啊，今于我前住啊，悉皆与受偈啊，未来当成佛啊。这二千的声闻虽然都是声闻弟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因为都在啊释迦牟尼佛的面前，表示也都有相当的福报因缘、智慧资粮，对不对？也才能够同共聚在这个地方。啊，也要这样的因缘呢啊，那么佛陀呢也完全都给他们怎样受记，说将来必定成佛的啊，只要照着佛陀的这个方式啊所指示的这个道路的话，一步一步的走，是不是终将还是会到达目的地啊？啊，只要走得正确啊，那么说那当然一方面也是要怎样要有因行啊，所以他们也一样要去供养诸佛啊，所供养的诸佛呢，如上所说的陈述，啊，就像五十世界的陈述之多，啊的佛，要一一佛所呢，都要去怎样，要去供养的，啊，而且要去护持其法藏啊，啊，要去当护法的，啊，所以我们纵然是凡夫众生，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佛教的护法，哎，护持佛法嘛？啊，最起码护持佛法、护持三宝者，啊，也都是在护持法藏啊，啊，护佛法藏啊，后当成正觉，最后还是能够怎样成等正觉啊，能够成佛的，啊，所以呢，那么都可以怎样得佛果啊，所以各于十方国悉同一名号啊，因为同时受记就同一个名号。啊，并且呢，同时据实呢坐道场啊，所谓坐道场也是成佛。为什么能够坐在道场上呢？啊，能够坐在佛座上，那么就因为他证得什么无上慧啊，不仅个人的慧啊，声闻啊，四果阿罗汉是不是个人的？到成佛的话，他是至高无上的啊，智慧也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当他们成佛的时候呢，他们的名号皆为什么宝相，啊，而且他的国土及弟子正法与相法呢，悉等无有异啊，都是一样的时间的，正法的时间跟相法的时间是一样的长，啊，他所化的啊众生来说的话呢，显以诸神通啊，因为成佛毕竟啊也一定会有神通的，所以他能够度十方众生。啊，那么他们的名闻也能够普周遍，渐入于涅槃啊，渐入于什么究竟涅槃啊。那么我们说，在学佛的过程啊，在踏上菩提道的过程是不求名闻利养的啊。但是我们说不求名闻利养，不表示名闻利养不来耶，只不过我们不是刻意的去追求，它是不是自然会开花结果啊？它也一样会名闻普周遍的。但是这个不是诸佛菩萨所追求的，他是不是自然会来的？因为众如是因，自然得如是果，所以他也能够明闻怎样普周遍啊，因为大家都能够跟他来怎样学佛啊，所以最后呢得记欢喜，所以呢尔时学无学人啊，有二千人呢啊，闻佛所受记呢都欢喜踊跃，非常的高兴啊，而说记言啊。啊，说世尊慧灯明，啊，世尊主要呢是透过佛法的智慧，啊，来点亮我们的什么，能够去除我们的无明烦恼，而感受到了光明无碍嘛，啊，所以这二千人等呢，他就说我闻受记音呐，啊，心欢喜充满，如同甘露见灌，好像啊由佛陀来灌啊来灌溉这些甘露法语。一般的清凉啊，所以这学无学二千人得佛的受记啊，蒙佛受记是不是都欢喜啊，踊跃啊，啊清凉无比啊，
好，那么这以上就是学无学受学无学人祭品第九品，好，我们把它讲完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阿弥陀佛。